今天那份数据分析做得很好啊。多亏了你的指导，妈。妈，怎么了，妈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有事好好说。你爸是怎么死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爸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说话！明明知道沈侯是杀父仇人的儿子，你还敢做这个？说，这孩子是不是沈侯的？妈，您说说。没你事儿，我问他呢，是不是沈侯的孩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就说明你承认了。是吧？妈，你冷静点。妈，放下他！妈，哎呀，妈，你冷静点。妈，程志远，妈，你干嘛要这么护着他？这孩子不是你的。志远呐，好孩子，你明白点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呀？你护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啊？啊，你戴着绿帽子替人家养着孩子，这对你脸上有光吗？你要是生不出来，你找个好点的人养啊，你就不怕你程家祖坟里跑出人来来找你来？妈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妈，这件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你个造孽的！你爸爸就是你害死的，你爸死不瞑目的，他会。快去把那个孩子打掉！你要跟沈侯断得干干净净的，我饶了你，我让我去害死你！妈，你爸爸省吃俭用，八心八肝的养你啊，疼你啊，爱你啊，到现在他养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不会来找你吗？啊！子晨，你赶紧走，等妈冷静了再说。走啊！
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拿下学位，留在上海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替你照顾好妈妈。医生怎么说啊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怎么样？饿不饿？这附近有家鸡汤不错，要不要去试试？啊，我来，我来，谢谢。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对，最后一个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嘞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呀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愿意帮我，但是你没有必要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，对我这么好。你要是有喜欢的女孩子，你就要主动的去追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把心思花在自己身上啊？我现在也正在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啊。我怎么不吃啊？最近想调整调整，为了健康。你不需要吧？你又不是医生，就别操我的心了。倒是你，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状态不太对啊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沈侯来找过你？他知道全部事情了。全部事情？这事儿也怪我，他慢慢来套我的话，我一不留神给说露馅了。懊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告诉他，让他别再来找我了。他答应了。小静，刚刚有一位先生让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你。他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谢谢。看来他只是答应了你不再见你，并没有打算放弃你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还继续坚持吗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谁都没有回头路。好，接下来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些事情我迟早都要面对，包括我和你，我们也会各分东西的。我不能一直依赖你，所以我的事情让自己解决。你也别着急啊，今天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跟他聊清楚。嗯，好。
一会儿啊，我让老李先送你回去，我去谈点事情。你吃点东西吧。吃吧。怎么样？根据沙盘测试，之前困扰你的心理问题依然存在，但现在你心里又多了一个症结。都有什么呀？具体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自我矛盾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心理上的问题我可以帮你疏导，情感上的，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。拌凉菜，丁姐呢？她脚崴了，我让她休息点。哦，我帮你。我问你，你跟志远干嘛分房睡啊？我这不怀着孩子吗？我晚上睡觉不踏实，我老翻身，我怕影响他睡觉。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呢。你怎么这么问啊？是不是丁姐跟你说什么了？没大事儿，别瞎怪人家啊。尝尝。嗯，你再加点醋。哦哦。今天的菜真好吃。嗯，明天再做，再换个别的样给你拌着吃。哎，小陈，我一会儿陪你下楼走一走吧。好啊，妈妈跟我们一起溜达溜达不？嗯，你们两个人下去吃完了饭散散步去，挺好的。嗯，走走走走。妈，明儿这番茄炒鸡蛋，你多放点鸡蛋呗。嗯嗯，来，你明天去找沈侯，你打算跟他说什么？跟他说，不要再来骚扰你。他没有骚扰我。我那天给他发了信息，我让他以后不要再来联系我了，他就再也没给我发过消息、打过电话。看来他成长了，你知道吗？男人跟男人还是最大的区别，不是年龄，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、证明自己，生怕世界忽略了他，而另一个呢，委屈自己，克制自己，照顾别人，成全别人。沈侯这次挺让我刮目相看的。
算你还得有良心，记得你爸的生日。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？我一直在想啊，如果你脱离当下的环境，会不会过得轻松一点？至少在国外，你不必去面对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人和事儿。我是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刚刚稳定下来，我妈也开始在适应上海的生活，所以你的提议如果是想让我远离沈侯的话，我不太想逃避这些事情。我不是想让你去逃避，我只是想让你安安全全的度过孕期。你现在每天这样忧心忡忡的，又想着自己工作上的事儿，又要担心你妈的情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知道真相的沈豪。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孩子。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们就回国，也就几个月的时间。你妈这边有丁姐照顾着，你也不用担心。考虑考虑吧。好。